重案茶姬司口交上，高敦仔赞认朋友同港女空姐喺飞机驾驶舱口交，但司拍淫照外泄，令到相里边呢个老外心惊惊。寻日透过律师行发信，自称 X 先生系国泰嘅机师，仲话寻日已经到湾仔警署报案，只俾人偷咗相。警方暂时列作求警调查案，交俾中区警区重案组调查，未有人被捕。据了解 ，X 先生喺驾驶飞机期间，同机舱女事务长喺驾驶舱度搞搞震，仲大玩口交添。X 先生话啲相原本 save 喺佢嘅 laptop， 但怀疑俾人对住部电脑翻拍，再流传俾其他嘅国泰员工。有资深空姐话，相里边嘅空姐坐嘅系驾驶舱后排座椅。而机师除了着制服，还可以另外加件冷衫保暖。相信啲相是在驾驶舱里面拍摄，有人就在讨论区发放呢两张解像度高的淫照，甚至有人声称淫照有近30张，部分更加露骨，吸引一班网民留言赞认朋友分享淫照。而国泰就透过内联网通知员工调查紧相里面机师和空姐的身份。民航署已经主动接触国泰了解，又说航机的营运和操作都有严格守则，所有机组人员都必须要遵守。